做一个奶油草莓泥。先加入白色胶水，加入一滴红色色素，加入开水，搅拌均匀，少量多次加入硼砂水搅拌，直至不粘手状态。完成。底下用香豆做一个香味史莱姆，先加入香豆，贝壳亮片，一滴胶水，防腐剂，精油，搅拌均匀，硼砂水，搅拌成型就完成了。